吧，我就说我们是活在不同世界的人。这时候我就想唱一首歌给你听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不会。一个像夏天，一个像冬天。你要转一圈给人家看一看，后面是给我表演满一秒变娘娘先，一秒变娘娘。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叮叮高级冰淇淋啊！时代达人每逢星期天下午1点，如果想重温这个礼拜的冬季效应的主题，可以上到 www.tonton.com.my。